Hello，进来吧。随便看。其实今天紫外线还挺强的，不过我有秘密武器，大哥大400，这是我最近在用的一个很好用的防晒霜。我个人感觉，它的整个质地啊，很轻很薄。上妆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压力，特别好。阿美，斌哥，你最近皮肤状态可真好呀！那还是因为有我们大哥的防黑、防老、防斑。我也想用你的同款防晒，但好多版本，我要买哪个呀？这个是李富全的新款大哥大防晒霜400。400